把原有的那个拆掉是吧？对。把这个插进去。这边套马达了。这边套马达是吧？对对。这边套马达。这个是主轴嘛？这边套主轴。这里是主轴。原有那个变速箱就不要了。原有的变速箱就不要了。啊？这后面套马达就可以了。哪地方套马达？这里套马达是吧？对。这边套马达。这里套马达。这里套马达。这里是主轴。应该有个油封吧。干嘛？那马达上。哦，把马达把这个锁在这里是吧？对，装进来。这个螺丝两头锁到位是吧？就这个锁在这里，马达上。这个装不会装坏吧？啊？这装上一阶段电不会搞坏吧？不会。现在套皮圈啊？知道，就套皮圈嘛。啊？这个密封的。啊，密封的。对，就这样套。那你现在把它套好还是怎么样？我套好没办法上螺丝啊。啊。因为还要经过马达这里，这里套住马达才一起穿进来的嘛。啊。因为这个安装位是非得是一样的。这个马达是。好一些，这些就没用了。就是那两四个密封圈是吧？先把密封圈上上去。这些小的是干嘛的？这些应该也是的吧？套这里。套满。套这里。哦，它的这个边这里呢。反正一个套一个吧，这里套一个。套在这条边上。就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放在那边上给他看一下。那怎么这样套上去是吧？然后呢？这个不就没什么接电不接电的是不是？反正就把那个旧的拆掉是吧？对。马达不用拆，马达原来有电的。怎么少一个圈？都讲后面想要。这个有眼睛。你叫我底下去。这样套，装好一套进去。
哦，这样套是吧？嗯。哦，这个可以后面套是不是？对。这样套，他之前那有这个。不会搞脏了，不会搞脏了。还有贴纸。这背后。可以。你拿到办公室去。啊，去干嘛？他只要会拆那个，都会装这个。你从哪里回来？我在公司那边。你看看他木箱，他说什么要求什么东西？你们都打了嘞，还有什么要求？